蓝白合，或者是未来在野党整合，目前看起来的机会是不大。那郭台铭的问题就在于说，啊、因为机会很高啊，<蓝>都可以跟民众党这么好，<蓝>啊、都可以跟柯文哲这么。蓝白合，如果是站在国民党的角度，那当然国民党希望；<laughs> 但是如果是站在其他人的角度，当然就会觉得说这样的几率是不高。柯主席也表示持开放，什么可能都有可能嘛。如果说侯友谊愿意当副手，或是国民党有松口说国民党不愿意。 意这个哦，就是愿意礼让别的政党的话，那当然这个才有可能嘛。那我们来看到是，其实这次说郭董六点二六点二八 percent 很低，我们从他的一些粉丝专业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暗赞数没有这么多了。尤其是他最近不是很喜欢去跑夜市吗？很接地气啊。但是你发现现场人数没有很多。第一个，第二个事情是，那我们直播呢？ 观看人数也很低呀、啊，所以呢，现在九二零的时候，首波联署正式启动了，国民党完全不看好他了。国民党说啊，这党、個、务系统预估啊，联署数不到五十万。好，那的确四十三天内你最低门槛二十九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二十九万那又怎么样啊？不会难啊，但你能不能冲到一定的数字，其实非常的关键。好，那现在有个说法，为什么没办法冲这么高的数字？因为当时那些挺他的地方预长，哎、欸，狼类去哪了？ 你在啊，对不对？有个说法啦，说现在呃郭联署之后，我当时答应帮你联署，但如果你要选到底，我就不跟你玩了。原因是因为党中央是以不分区立委的名单来说服地方派系，你要谁好，我来帮你提名。那你给我乖乖的哦，你不要给我乱乱搞哦，哈，这是主理的招数。那加上了党纪哦严、呃、令，加上我刚刚讲的不分区的交换条件，所以让这些地方的议长哦、呃、觉得郭董不要再挺下去了，包括这三个人张荣卫、谢点林。 收点论，张荣惠当初说啊，我会帮助郭连署十万份，谢点你也说我会帮你十万份，议长何振峰说出估三万份起跳，好这样加起来二十三万份了，但是我刚刚讲的包括了不分区的立委条件，包括你的党纪会不会重演跟金门一样呢？哦，山盟海誓也变杂名拍死，会变成这个样子吗？来，林涛。 我们看到哈、哦，我们必须要持平来讲说，今天联署第一天实际的状况嘛。通常我们公布新的产品，买气第一天一定最重要的嘛。这个新车推出来第一天，这个订单高达一千、两千、三千，这才是一个大家宣传的一个很大的热度的一个支撑要点。可是目前看起来，在这些旗舰的联署要点，好像早上排队的人。 稍微不像过去那么热了，哈，不像过去那么热，这是一个很持平的分析。没有这个网络不要再黑个我说什么，我在黑别人没有。那为什么呢？因为重点是不是今天我们评论不评论的问题，而是今天郭台铭董事长有两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黄世秋说出来讲了，我先联署，可是大家的联署书我到最后不一定会送给中选会。 这怎么说呢？这代表就是说我所有的支持者，我去交我的身份证影本，我把我的各资填完送给你，之后你未来不一定会选到底嘛？那请问我为什么要今天要把我的身份证拿去给你？也、啊、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说郭董就是打假球，我干嘛陪你啊？就是对啊，你而且你想说他最终是希望整合在野大联盟嘛？你就是。 不会选到底，你已经对外宣布选到底了嘛？然后今天郭董事长跟黄师修讲了，不一样，郭董事长就说：“诶、欸、让大哥再做四年。”所以基本上你看黄师修跟郭董事长在针对选到底或是怎么整合这一边就有歧义了。而且重点来了，重点来了，到底这个赖佩霞的双重国籍案有没有办法在短短的七十天内完成呢？ 目前看起来有一些税籍的资料是没有办法嘛，你最低就是三到六个月，三个月是多少？九十天，对，就超出了你可以联署登记成功的范围，所以很多的民众会觉得说，如果你是一个到最后我签完，然后呢，你赖佩霞因为双重国籍的争议，你没办法过关，我干嘛去浪费时间去联署嘛？ 嗯，没错。现在最关键就是说，我们刚刚看到民调，郭董怎么会这么低？另外，林传媒还有做一个啊，就是总统人选厌恶感的逐月变化。你直接看到最上面嘛，我画起来了，五十八点一八，灰色是谁？就是郭台铭。哇，为什么他的仇恨值会这么高？委员真的是因为赖佩霞效应没有出来，还是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啊，郭董你就是在打假球，我要配合你啊？ 这个郭董一出手，就让大家有点害怕。就是说，从一开始的参选的杨志良的所所谓家暴说，那到后来这个所谓的赖佩霞，不管是在学历的争议，或者是说过去呃心理咨商师等等的这些收费的争议等等，可以说是一桩接一桩啊。包括双重国籍，同样也是问题。那更语出惊人的就是说，其实他们是希望来促进整合，那甚至呃。 也表示这个呃，这个发言人黄世修还说这个呃，可能是一个活棋等等，这一再一再都让人觉得好像不是选真的，甚至必要时候都可以退的。那所以就引起了就是说，到底郭台铭跟赖佩霞这个组合到底会撑到什么时候？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嗯、那对支持者来讲，当然希望我支持的对象他就是非常中。 坚定的哦，就是说要从头选到尾。像柯文哲，他就很害怕被别人说他会呃蓝白盒或者是说呃呃，或者是柯郭配、郭柯配等等的这些。呃，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到整合其实对于呃候选人来讲都是有伤害的一个说法。那尤其是对郭台铭来讲，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虽然呃这个国民党哦，他们自己内部还做了一对一的民调。今天所朱立伦所出来说，呃，无论是柯文哲。 对赖清德，或是这个侯友谊对赖清德一对一都是哦，他们赢，类似这样的说法，我觉得这个也是过于这个呃幻想了啦，因为以现在的情势来看。 蓝白合，或者是未来在野党整合，目前看起来的机会是不大。那郭台铭的问题就在于说，因为 <laughs> 蓝白河的机会很高啊，我觉得都可以跟民众党这么好，<藍>啊、都可以跟柯文哲这么好，蓝白合。如果是站在国民党的角度，那当然国民党希望；<laughs> 但是如果是站在其他人的角度，当然就会觉得说这样的几率是不高的。柯主席也表示持开放，什么可能都有可能嘛。如果说侯友谊愿意当副手，或者是国民党有松口说国民党不愿意。 意这个哦，就是愿意礼让别的政党的话，那当然这个才有可能嘛。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前提，国民党要自己当主导，那这样子大家看起来当然会觉得没有机会。可是回过头来，就是讲说，到目前为止，郭台铭的身世或者是呃整个气势，都会因为说他的整个出场，会让大家觉得说呃不够专业，在政治上也没有决心，所以会影响到他的民调。来，彩薇，我我想问的事情是。 国民党党务系统预估连署数不到五十万，你们这么看衰郭台铭，是不是完全不想理他了？这很低耶、欸。 我先我先回应一下刚刚教育委员，因为我觉得他太有趣了啦。如果我觉得他超级没有说服力，在讲什么所谓蓝白核没有可能，因为他就是创台湾政坛史上首例绿白核的人啊，他都可以绿白核的话，我觉得所谓的蓝白核其实没有所谓的没有空间了、啊。那再来的话，其实这个五十万份啊、二十九万份等等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看。如果说以现在的这一个呃六点五的支持度，那我来算一个算是给大家。 我们就来用这个支持度来算。如果说这一些支持度都完全可以转换成连数输的话，它可以拿到多少？ 份呢是一百二十八万份，也就是说，李当如果郭董他完完全全把这些支持度转换成他的署数，他可以拿到一百二十八万份哦。那二十九万份小 case 啦，简单对，二十九万份这样是不是小 case？那如果说以郭董他是商业界出身的人呢，他应该很有 KPI 的概念吧，对不对？那所以我认为他如果要展现他自己的动员力，还有他要把这个脸署变成是他的一个造势的话呢，他应该要定一个更高的标準。 不是这二十九万，也不是所谓的五十万，我觉得应该就是要定在一百五十万的这个高标才可以宣誓。郭董要用连数来造势，所以我觉得郭董他应该就是要好好的说明他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才可以让他的支持者看到他的一个气势。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请锁定《还你一百兆》。